己不嫌弃自己就行了，没有什么的，是不是？又不靠人家给饭吃，肯定白头到老呀。对，桂林的啊，找你玩去。我在桂林，你也在桂林吗？给我点点小爱心啊，家人们，点点小爱心。我好几天不喝水，因为我今天特别渴，我老是想喝水，我要去倒水呢。给我点点小爱心，我的小爱心好少，不知道为什么爱心那么少，人气票也很少。对呀，我也要去桂林。你来桂林哪里呀？你来桂林出差吗？想倒杯水都不方便，都要把它放下才行，不然它还感觉影响到我了。我也要去桂林，桂林好风景，热带地区，我这里零下18度，零下18度啊，我们这里没有。音乐关了呀，听点音乐多好呀，放小声一点，好吧？配个假肢，更像正常人一样走路。配了假肢也不一定像正常人啊，而且假肢也不能长时间穿的啊，穿久了那腿，冬天冰，夏天热的啊，夏天热久了那个腿也会捂住的，也不好。冬天又很冷，冰的那个腿也疼，上次疼个1、2个月，1个多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腿冰到了。哪里的？广西的啊，广西的。广西的还有没有哥哥想看我走一走的？给我刷点啤酒，不然我要下播了。还是双管好，是呀，还是双管好，双管走得平，走得稳，但是也不方便。想倒一杯水，你看多余啊，是吧？感谢平安幸福，谢谢你们。你对老公干啥工作？什么对老公干啥工作？还有没有人刷啤酒的？刷够5个啤酒，给你们走2圈啊，还差4个。还有没有哥哥刷啤酒的？还差4个啊，5个啤酒走2圈。欢迎你们，下午好。个啊，5个啤酒走2圈，还差3个啤酒，还有没有哥哥刷啤酒的？
接下来的给主播点点亮，双击屏幕点亮。Thank you.
人生何处不相逢。来了，给主播点点小爱心啊！有人气票的给我刷点人气票，谢谢你们。十个啤酒跳一圈，五个啤酒走两圈啊！谢谢你们。其实我感觉我这大腿大是大吧，它肉这些肉都是紧的，是吧？一点都不是那种松的那种，可能是长期间就这条大腿，就这一条腿啊，就是这一条腿了。以后它可能它用劲用多了，出力出多了，这肉好像也不是很松的那种，紧邦邦的。鞋子的话，裤子好还是裙子好？裙子比较方便啊，穿脚趾的话，裙子比较方便。穿裤子你还得先把甲子这个裤子穿好，这边裤腿穿好了，然后穿甲子，穿完甲子了再把这条腿套好。自己没有办法穿甲子那条腿的裤子，不好穿。因为我觉得我穿上甲子都不好换鞋，我都是先把甲子那条腿先穿好。要是不穿甲子，那当然也是裙子方便呀，我感觉裙子比较方便吧。不过如果不穿甲子的话，都差不多吧，都可以。有人气票的哥哥给我刷点人气票，谢谢你们。我已感觉到我离世的舅娘不再是双穆斯林，生存艰难。对呀、啊、可能看不见又更难一点吧，我们还看得见，只是走得慢一点，可能感觉稍微好一点吧，因为我们生活能自理。不过很多那种就是双眼失明的人也很能干啊，也很坚强，什么也能做得到，也很能干。假肢什么颜色看一下好吗？可以啊，先加我的粉丝团啊，给我刷五个啤酒，我拿假肢出来给你看好吗？一条腿有七斤多啊，七斤多好吗？给我刷十个啤酒，我给你拿过来，把假肢拿过来，给我加个粉丝团呗，是不是？支持一下。你们都不支持一下，一条腿有七斤多啊，七斤多，挺重的，甲子挺重的。我只知道甲子的重量啊，真正的腿有多少斤我不知道，没称，也不给我们称，然后我也忘记我当时的体重了，然后截完肢我也没有去称。感觉没有一首我喜欢的。结婚了吗？我是离婚的啊，离婚的。
刷啤酒的，没有的话我也要准备下播了，晚上七点的时候再来直播了，休息一下。我的腿是血管瘤截肢的啊，血管瘤截肢的。材质还有23啊，从内侧量23，但我感觉用多的话，感觉都不止，不懂反写的是23。美丽无理叫人伤害伤残，面对对的恋人增添性格，一些恋爱别恨，更多恋爱故事动人。你好，欢迎你们下午。